响乐团的表演，无限饶河乐团带来第一首舞曲，欢迎他们。
大家好。有点小声了，大家应该刚刚有这个吃完午餐，有睡了一下，才看着这个哦，没有那么大的太阳，终于过来欣赏我们的音乐。你要再一次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限融合乐团。对吗？哇，超开心！我们刚刚在彩排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这位先生在拍摄影机，蛮超担心的。想说今天是一个直播音乐会，大概没有观众这样。不过看到你们很棒，再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，耶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哇，很难得我们这个乐团能够来到嘉义演出，这是我们乐团第一次哦，整团到嘉义来做我们自己的曲子，第二次。上次在我们上次在是酒吧的演出，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也不是，火车站那边，对，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特区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反正 anyway， 那我们今天刚刚带来前面两个曲子啊，第一首是来自我们吕胜美老师的作品，叫做《蜜月旅行》。谢谢。因为他是前年，前年刚结婚，对，第一次嘛哈，第一次结婚，所以写了一条歌叫《也不会有下一次了》。哦，好好，对我也没有说我下一次啊，你自己不要心虚嘛。然后刚刚第二首曲子是我们庄俊老师的作品，叫做《台北爱情故事》，带来台北的感觉。下面再一首我的创作，那也是因为吕胜美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整团我们做了一张专辑，我们乐团的连续每年都发专辑，我们发到第九张的时候她结婚，所以我们第九张整张专辑的主题都是爱，然后婚姻跟两个人的世界，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做《合而为一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